青天朗朗，岂容邪魔猖狂。雷霆之师，澎湃正义的力量，以国家名义为公道而战，替人民担当。从小就想当警察，然后后来是警察就没当上，后来当了演员，因为当演员可以演警察。险阻越大，你越犀利，敌手越强，剑越锋芒。我演过刑警队长，那个电视剧开拍的时候，我们当时去到夏生活，跟着刑警队一块儿去，包括这个，出现场啊，包括行审啊，犯人啊，什么都我们都经历了。我觉得那个警察他们的那种工作性质让我很感动。我觉得真的他们为一案件，真的不睡觉，啊，非常非常辛苦，在现场一蹲，有的蹲一个月，有的蹲更长时间。那么今天我参加这个揭晓的百家刑警揭晓典礼，我又感动了一次，因为我看那些资料，我觉得真的，警察这个工作真的是一高危职业，也是那么的让人家尊敬和崇敬。热血铸剑，丹心为民，公安部百家刑警揭晓典礼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于和伟。